喜欢吗？是我的新玩具佩奇，那个揉我，这有个小电话，这个呢转的，那个什么还能转的，然后还有个，这个还能就是那个，这个小猪佩奇是那个什么，他戴在这个帽子才行，然后搞在这儿。对，这是猪妈妈和佩奇，他们是一套的，对吗？然后他们只是 dress， 他们只是 dress 像这样，他们不是真的。哦，他们只是穿的像那样子而已，但是他们在家的服装是这样的。哦，哎，所以他们现在坐在这儿看戏，就看这些猪妈妈 dress 的人，对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玩吧。你看，这是小猪佩奇，小猪佩奇要去看火了，再见。看什么火呀？不是，一定会响。我一会儿就去。他说什么？我没听见。他很小声，不是，他那缝里面是不是很小声？在电话里说很小声啊。对。快点来吧，快点来吧，快来救救我们吧！救火了，他自己要的是饭，他妈妈太大了，但是他不能两个人一起去。也会坐在这儿开消防车，也会坐在这儿开消防车，在这儿能给我放个盘子吗？佩奇要上 fire truck。再见，再见。叮咚！谁呀？是佩奇 ，Firefighter 佩奇。请进吧，消防队员佩奇。He took over. Oh. 谁把他搞那儿？他会 trip over 了，竟然是钱了。就有会倒了，电话也会叫起来的。把他扶起来，把电脑电话搞出来了，就是妈妈整那些。好的。哦哦哦 ，How do you do this? Like this? Take the phone. 就妈妈整好了，她厉不厉害？嗯，很棒。把它搞到这个地方，叫做上班。嘟嘟嘟嘟，猪妈妈上去观察有没有火情吧。好的。嗯，小朋友们好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我今天是消防队员了。嘟嘟嘟嘟，我也是，佩奇也是。我们佩奇也是消防队员了。我现在要，要站住啊，纸儿。不是我怎么厉害？它不是那样子站着的，就是人把着的站着。它不是这样子站着，你看它有小控制，就是人站着的。你看，它人才站住，它人才站住。哦，真的 ？OK， 好，我们把它转过来吧。看，猪妈妈已经上二楼了，现在正在往外观察情况。佩奇上外上去看啥呀？哎，刚才看不到那 fire station。嘟嘟嘟，看我们的 fire station。天，他自己爬上来了。我看着妈妈。哦，妈咪。他是想要去看一下妈妈。嗯。他想要去看一下飞了梦。那你上消防车上来看吧，乔治。fire 的妈咪。你看乔治会这么远，你看乔治会这么远，乔治很远很远，对吗？对。
从那下来了，去看看。哦，嗯，啊，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消防，对，长什么样子了？哦，妈妈在二楼，现在正往外观察情况。这个门是可以开开的。有一个，如果佩奇回来的话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他可以从门这里进来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也会关的。嗯，没错。再见，我要叮叮叮，你好呀。试着试着，我一会儿就到。他说了哈，去看一下。他说着火啦，着火啦！啊，快去救火吧！他自己，他自己去，他自己一个人就能去。嗯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他自己一个人就来一下，他五岁了。嗯，佩奇已经很大了。他可以自己去了，对吧？没错。再见，妈妈。再见，佩奇，要注意安全。没事的，妈妈。是我又走最远的路。对，那是好远。太大，好大，只能装两个人，不能装很多很多人，那个人都进不来。这个发射只能装两个人，就是说 Peppa 和 Mommy Pig， 对吗？对的。你看 Peppa 把他的那什么给拿进来。哦， Peppa 居然把消防队楼的顶给拿了下来。不是，不是，他能拿着，他自己就能拿着，他不是按的很紧，他就按的，他不是按的最紧。OK， 他能拿下来。妈妈挡上，他给他妈妈挡上，从这里。哦，我怎么进来呀？从门进来吧，爸爸。我自己就有自己的方法进来，妈妈。好的。的确进来。嗯，对。不用隔壁进来。嗯哼。叮叮叮叮。你说话吧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是消防局吗？你好，请问是救火队吗？不是，那是别人说着火了。着火啦，着火啦，快来救救火吧！我们一会儿就到。快来吧，你可以和你的妈妈一起来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就能来了。妈妈说，她的妈妈说。可以去夹到那儿的，这是妈妈说。Ooh, it's very fast. Yes. That quick. That quick. 不是那 Firefighter 的妈妈。再见了。再见。着火了，我过去了。去吧。很远，在这个火上。Very far away。哎，趁着他们去救火，我们来这里参观一下吧，看看这里都有什么。好哦，好哦。
刚才那个情景剧真的拍得不错哎。是啊，这个消防局也真的拍得很逼真。Oh, I want to go to the second floor. 但是乔治不会上去，但是这个有小空，乔治只要有小空，乔治才能掐住，那样他才能上。哦，那我们就让乔治坐着上去好啦。不用，就消防车会来开，就消防车会过来叫着上去顶上开。OK， 下来吧。消防车很快。嗯，那我们看看这个。很快。嗯哦。爸爸，你看消防车来了。Oh, it's different. 你看消防车来了。他想看一个消防车吗？The fire truck is here. To rescue us, to look up there. Oh, welcome fire truck. Welcome fire truck. Oh, sorry. 哦，这掉下来。可以看顶上了，乔治，快车已经回来了。Oh, nice!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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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爬得好高啊！我已经爬到房顶了。呜呜 ，help！ 哇！啊！他自己跳上房顶了。Ouch, mommy, help George. Oh, baby, are you okay? Yes, mommy. My sweetheart. 他才是消防车站，消防车很滑，消防车很滑在顶上，对吗？他上不去，他又滑掉。Let me play this phone.Hello， 那不是 play 的，那是给消防着火专用的电话。OK。还有放，你好。他不会，他不会说话，这是消防专用的电话。好吧，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吧。